万年，还清整个人的名声吗？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神圣的，就能喝出能喝出那种幸福感，就很满足。你没有事情比吃面、喝水、呼吸更重要的事情了。它本身端上来的时候，我就认为它就是一碗完整的作品，很扎实的这种饱腹感。它就是我每天生活开始的一部分。